時間上晝11點置身於曼谷嘅市龍區啊！現場所見咧，市龍區今天咧情勢大好啊，又見唔到任何嘅事件，亦都見唔到有好多人喺度爭拗，只係見到大家好開心咁 shopping 買嘢。其實除咗市龍區之外咧，可以話其他地方，譬如拉拔聳啊、設龍啊，成個曼谷所有地方都回復翻以前嘅平靜同埋旺盛啦。咁可以話翻咗嚟啦嚇，一切翻咗嚟嘅話，咁我就唔需要再用呢啲咁嘅器材拍新聞片啦。咁都啱嘅，胡慧聰唔係記者啊嘛，應該做翻啲同旅遊有關嘢。咁做咩咧？例如同永安旅遊合作啦，嗱嚟緊胡慧聰將會同永安旅遊有啲新嘅合作，我哋對泰國充滿信心，實行要做好泰國。若然你都係 Thailand fans 嘅話，一定要支持啦！記住支持泰國 ，We love Thailand。